是我们在瑞士的第一晚，我们住苏黎世，这个饭店叫什么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来先看看我们今天开箱的房间。一进门，它就有一个小厕所，小小的，它是厕所跟洗澡的分开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，我一进门被这个有点吓到，这一间好小哦，这也太小了吧。哦，然后洗手台在外面，一进门的这边，还有个保险箱，是要爬去哪里？然后呢，它是两张单人床。然后我是觉得它的设计还蛮现代的哦，现代感。然后它电视是悬挂的，我这边还有一个全身镜，这可以开吗？应该不行。嗯？开了你也看不到外面。这看不到，真的看不到外面，好小哦。可是我们这间真的好小，拉起来。所以说这样就有四星级了。啊？这样就有四星级了。四星级啊！我们的饭店楼下就是麦当劳，我们要去吃大薯吗？不要。